嗨，大家好，喵，我是大喵。然后我们今天再继续玩我们的博大斗啦。然后我去下载新的模组来玩玩看了。然后这次模组有五只角色。然后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模组的话，我会在简介那边会放上连接，或者是放上那个这个模的名字。哎，如果有兴趣的话，请大家就是看一下连接，好不好？看一下那个简介。OK， 所以我们有五只角色：巨石、野火、刀刃、暴雨跟果。我觉得果好有趣哦，那个样子。消耗精选消耗饼，增加500的攻速，然后持续2秒，加100的敌人。那如果说我减，持续减，如果说我一直减消耗饼的话，我那个攻速会不会叠加？然后敌人会掉落减50的素材，伤害的修改交易减少一个50，然后增加50的道具价格，减100的攻速，所以攻速没有被扣。你将会持有2个花园开始，你将会持有1个伐木工程上开始，然后生成更多树木。完了，我第一次感觉打什么都错，有点腐吧。其实我还有在想要不要拿数字剪，可是最近打数字剪好像有点太多了，所以就不要。而且他敌人会变得越来越多，所以我们拿这一把武器应该是没问题的。先拿第一把武器吧，再跟我们说。和平蜜蜂可以拿，和平蜜蜂是减近距离伤害，然后减你远程伤害，可是会增加你的回避跟你的存活结算。好，没问题。这个我不要。可爱的猴子可以先拿着，加多点运气可以，因为加多点运气的话，可以让他们更有几率会掉落那一个道具，那我们就会更加安全。我们再拿着一个和平蜜蜂，虽然说会再扣我们近距离伤害，可是近距离伤害比较容易补回来，所以还行。哇，我没吃到！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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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没吃到攻，没吃到的时候攻速好危险！哇，他居然没吃到！那我们加一点攻速，哎，其实我们可以加一点攻击速度，看一下。这个我们拿的一把武器。我觉得背包先拿柠檬汽水可以锁，然后我们再拿多一个。哦对，这边全部都可以锁。这边有一把武器，柠檬汽水的话就是你捡那个捡果实的时候所补的那个血量会变得补的比较多，哎，补的比较多。这样讲应该没问题吧？哇，我为了等他打掉那棵树，我才等到我命都快没了。我那天打远程可能比较好哎，等一下，让我多一次机会，我就不信邪了，好不好？哎，所以我们是目前获得的结论就是，我们肯定要捡果汁，不捡果汁的话，我们就跟一个靶心没有差别。其二就是。我开刺的血，我开刺的伤害有点吃太多了。好，运气先拿，幽灵斧，柠檬汽水先锁。我再刷了一次，再把一个幽灵斧我们锁。爪子树，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先拿爪子树嘛，我这也是可以啊，是不是？我们可以的话先留一个果实。Fine， 我原本想说等到树出现之后再吃掉。我们需要速度。我觉得我们需要速度，因为我需要砍，我需要冲着去砍树，这是一点。我需要冲着去砍树，我就爪子树我们就不要了。
我的血量需要高，炮台我觉得我们可以拿，因为炮台可能可以把我们打掉那棵树。哇哦，这个不好玩啊！只要我能吃到果实，我基本上就贼强好一阵子。好啊，其实只有两秒。这个我就不拿了，这边我们再拿一点运气。再得一把武器，金属弹射器可以拿。金属弹射器虽然说会减一个 5% 的伤害，可是它可以增加你运气，然后你捡起素材时 5% 的几率可以让它翻倍，可以拿，绝对可以拿。我素欸，有素再不长出来我都不敢拿了。我突然觉得受伤是一件好事情，因为那个果实会直接吸到你身上，你可以不用走到太近去捡。再拿更多的运气，再拿更多的回避，再来刷新，再买一把武器。我觉得沙羊骨头我们可以拿，走吧。我们有三个果实，所以我可以去拿一个。我们有三个果实，我就先去拿一个。OK， 树出来了，我们先拿一个去砍树。树那边生成两个，我们就先拿。我们只要等到保底留一个果实，以防万一。虽然说是以防万一，可是我没办法过去拿，好像也以防不了什么东西，对不对？这变成是以果实的交流会。我加个铠甲，我铠甲就要加回来。可爱猴子不要吧，算了。炮台再拿多一个，算了。骨头，好多炮台哦。我们身边不管怎样都还有一个果实。完了，我觉得我到下面，对，我到下面不够攻速。我还在想，我冲去那个树那边的话，我攻速应该就归零，完全来不及。哎呦，还没有显示我那个攻速还在不在，这件事情表示十分的麻烦。因为我完全看不到，我完全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攻速没之类的。什么锦上可以拿？金具上肯定的。啊，电子球可以拿，反正我们都是肯定会拿很多运气。指甲券肯定拿嘛，走吧。哇塞，这打法很不友好啊。好，我有砍刀术，我砍刀术可以到下一棵树，可以到下一棵树。快生树！你再不生树的话，我就要死。我需要速度。我是真需要速度。哇塞，这打法不友好。我跟你说，这个礼貌我们拿起来。这边我们再加更多运气。
我觉得我们先把攻速拉回来，它变105，这个我们拿起来。口袋工厂我们拿，我们让全世界都是我们自己人。辣酱我们肯定拿嘛，对不对？因为辣酱会捡起消耗品时会造成爆炸。好嘞，好嘞，好嘞！只要我有得吃，我就是狂战士。没得吃，我就是个手。可以拿，反正我们可以补回来我们的伤害，我们伤害是没问题的。不但我们打多点范围，我还是很喜欢他们范围。我不管你们怎么说，还是很喜欢范围。金改良的工具其实是可以拿，那就是怎么说，可能就是我们拿了果实之后，那个东西长得更快，有没有？哥哥，米数再不涨，我是真的会死，看菜。打开数涨一个慢个一秒，我可能就重新开始了。哎，这部影片你们就看不到了，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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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在攻速，我在攻速千四哎，什么东西？千四好像是最顶了，我好像没办法再上去了。异形石头肯定拿，奇怪的鱼不要，这个可以拿，这个也可以拿，这个可以拿，加多点的 HP 也好吧，我们再打多一点运气。这边我们拿一点铠甲。哦，哇哦，行，能把攻速补回来，我觉得也不错。刷新，再刷新，生成更多树木肯定拿了，对不对？辣酱我们再说。OK， 所以我们现在要把我们的回避拿起来，回避铠甲攻击就可以了。等一下，等一下 ，OK。树啊！树啊！你们再不长，我就要堕落于此！我真的会堕落于此！其实我蛮好奇，我们千多，哎，我刚才不是我拿吗？有。降低一个730坨是什么东西？每一秒就会生成果实，没有啊，没有看到生啊，出 bug 了吗？不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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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时候给我出这种 bug， 别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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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这样对我，省多一点工资吧，还是怎么？你们不收果实很为难我、欸。我得了一个没有吃到果实就会死的病。三叶草肯定拿，触手在哪没关系。哦，哇哦，这个不拿吧，我觉得没差。这个也不拿。这边我们先把范围补回来，回避拿起来，回避拿起来的话，我们的速度，我们的攻速也会跟着起。我们还有个斧头，玻璃铠甲要拿吗？不要。骑士都不会可以拿，只是我们等一下又要把速度补回来了，怎么搞哦？我不是在补速度，就在补速度的路上哎、欸。
哇，没树了吗？有。那你说树不长的话，我们基本上就等着下去好了，比较快一点。有果实树不停，树砍不停。就有攻击，就蛮好奇耶。0.23秒，所以它最高还是一个0.23秒就对了，是不是？就0.23秒超快，这我们可以拿，加速度加范围，我们肯定可以拿嘛。这个会减我速度，降低我们速度，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金属探测器，我觉得我们可以拿一个，眼镜我们可以拿，加八点近距离伤害，我们拿起来嘛，对不对？自由先合成。拿到一个幽灵斧，我们再把幽灵斧合成上去，拿到一个发电机，其实不太需要，因为我们自己都可以一直在增加我们的那个伤害，所以没必要再拿到一个。哇塞，哇塞，你这是生孩子在生什么哦，哥哥？这不是生孩子的吧，大哥？有，没问题。虽然说我伤害有点低，但是攻速快好像没什么问题。果实是一路吃出去，我看一下。对呀，它最高就是0.23了，没办法再快了。哎，没问题。这个不需要，这个不需要。在生命值大大上限时，捡起消耗品加一最大 HP， 这个我们肯定可以拿。哦，哇哦，发电机这样给我的话，我觉得 OK， 我可以拿。如果要我额外去拿的话，我可能有点不太愿意。加速进行伤害好了，水熊虫花园，花园肯定拿嘛，对不对？多一个宝藏。缺陷增强剂，电子球我们有了嘛，有一个就好了，我就不用太多。但是柠檬汽水我们可以拿，这个我们可以收。这边我们再合成，再拿到一把武器。好，那我们开锁了金蛋记忆是，增加我们的近距离伤害，然后减去我们的那个范围伤害。人人茫茫，人海茫茫里找寻着果实。我跟你说，这个不是呆傻吧，大大斗，这是一个吃果实的游戏。只要你吃到果实，你就赢了。小妹，高速，来不及，6666，这我不要。加伤害减攻速可以拿，地雷我们肯定可以拿嘛，眼镜可以拿嘛，燃料箱不太需要，肾上腺素肯定拿，因为可以，就是你闪避成功的时候有机会回复你的血量，增加运气我们肯定拿嘛，加我们的速度拿，我觉得金属探测器我们可以再拿出一个，反正我们的伤害很容易补回来，弹射应该不太需要。我在第14波，我就三角遮地，我们没办法拿，主要是因为我会一直去吃伤害，我是冲进去人群再打，不行，拿不可以。我觉得泰勒我们可以拿一只，我还蛮喜欢泰勒的，虽然他的攻击范围很低，也不是说很好，可是我就喜欢他的模式。
开始长之后就是我的世界了。我看到，哦，现在1530是什么东西？哎，可以，它可以降到21秒，哎，好扯哦，它已经降到21秒了。而且你需要很多，因为我们开看的时候是1000的时候，它就已经差不多23，然后你现在切我的时候才降到21，其实有点少，它降的量有点少。好，没问题。我这个根本就在到怪物里面游走，完全不给其他人一个。这么我们在哪个都有运气。哎呦，我这边多一个斧头。哎，拿起来。哎，拿起来。哎，拿起来。小心。又有金属探测器。我觉得我们不用买。它如果自己出来的话，我们还可以拿。披个背心我们拿嘛。药水我们拿嘛。更多运气更好。哦嗨。如果我说我不太想要跟你打的信啊，结果他死掉了。猜，等下阿开是不是突然间被秒掉了？等一下，阿开不是血量还蛮多吗？我还想说，嗯，这是怪，这是 boss， 我其实也不知道怎么打他，因为我又需要去冲到那一个树那边，然后他又会冲到我身上。我就想着想着想说算了，就带着他跑吧，我就一直往我们的树那边冲就好了，那他就不见了。他就这样不见了。好，没问题。暴击伤害不需要。捡暴力。等，我有点忘记我这场拿了什么。啊，我们需要暴击伤害 ，sorry， 那这个不要，蛇不需要，这个可以拿，但是没有必要。加四十血算第十五波，是蛇就不需要。那我再算那一个，我还在想那一个性价比会不会比较高一点，放心。这个可以拿，这个可以拿。我们可以拿的是棋子，棋子是增加范围、增加攻速、减二的那个减二生命截取。我们也不需要靠生命截取，所以没差。再拿的一把武器，焦点我们可以拿，但是有必要吗？我就没有必要，但是我们可以拿。幸运一币可以拿，可是我们需要更多暴率，可是我又没暴率，那就算了。有申诉了，申诉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基本上我在这个地图是横着走的。我只要去砍树就好了。怪只是顺带的，怪只是顺带的。哎，你有树了哎！真假的？你真的没树了，树被我砍光了。这边不要，加铠甲可以。又是你呀、啊？不要，加运气，这个可以拿。这个我觉得不太需要。哎，我们的血量也特别多。我才发现那武器量也特别多哎，这我们拿起来，刺猬我们拿起来，黄金器嘛，辣酱嘛，刷新，折价券嘛，哎、欸，有人想看火箭筒吗？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可是我想看。
我在想那个火箭筒要这样炸轰吗？用超级轰轰拔，然后这样轰过去吗？哦，我好好奇哦。不行，我觉得那火箭筒要拿下来，好不好？扣攻速就给他扣攻速吧，管他的。需要更多树哦，你给我多点敌人没关系，可是树要给哦，树要给哦，树不能不给哦。你们知道那1000的素材是建立在敌人已经掉落减50%的情况下吗？超扯的哎，都不要，壁虎宝宝我们可以拿，填充物不要。这边我们再拿更多的运气，我们运气特别的高。再见，嘿嘿嘿嘿，谁能解决一个火箭筒？你们说是吧？头巾其实好香，拿一个吧。水熊筒不用太多，我们一个就好了。爆炸发我们可以拿。我觉得小本达阵我们也可以拿，我们把我们的范围补回来。你看，目前是这样子，然后他开始。哦，谁能拒绝一个棉花的火箭筒呢？你们说是吧？我这火箭筒多少啊？0.04呀！我光速5000多，我光速2500多哎！等一下，这样连续吃果汁真的好恐怖，太恐怖！这个好玩，这个好玩，这个我们不要。这边我们再拿一点暴击几率好了。爆炸范围我们拿嘛？截取范围还要再拿嘛？我觉得还行。这边我们不拿。这边有一个斧头，我们先换过来。再刷，应该没有我要的了。这个没有了，走吧。欢迎来到第19波，你看这个是我们现在的火箭筒，拿了这个果实之后的火箭筒。好好玩啊。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谁来谁都没办法救那一怪的吧。再多少2000多？不要，我再看到一次。所以我们2000多，我总共凑了1000多。一秒，地雷呢？哎，我地雷呢？地雷是2秒，哎，地雷还不能扣到1秒，真假的，好扯。哇，我们这场掉的那个素材有点少，这个我们可以拿，有没有汽水可以拿，填充物不需要，1000石头可以拿，加盾铠甲可以，拿多一个地雷吗？不要，我就拿异形的眼睛更好，爆炸范围，我的爆炸范围干嘛？哎、欸，我有一个爆炸炮台，但是不需要，看下来有什么东西好拿，哒哒哒哒。当当，没有，走吧，就这样了吧。
有一个被打死。什么叫被轰死？而且才257的那个伤痕而已，你知道吗？这样被轰死真的好惨啊！好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此啦。那如果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个赞哦，订阅我新的最新影片。那也谢谢大家收看啦，再见，拜拜。